直以来秦海璐都是演技在线的存在，事业发展也是颇为不俗。另一方面家庭幸福的她与丈夫感情甜蜜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如是种种也是低调中满满幸福和甜蜜。8月11日是秦海璐的40岁生日，如今已然不惑之年的她妥妥的已经是人生大赢家的既视感了。秦海璐晒庆生现场照巨型箱子抢镜，当天晚些时间秦海璐通过微博晒出了一组庆生现场的照片，一袭带雅装扮出镜的秦海璐笑容甜美，依旧优雅迷人，而镜头中也是暴露了秦海璐的豪宅一角啊，满满的欧式装饰风格中奢华的锦色随处可见，而古典风格的钟与陶瓷都是低调中彰显主人的不俗品味。此前网络有传言他购买了一套价值上亿的豪宅，看来也并非空穴来风啊。不过作为庆生现场照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个巨大的粉色箱子，也是很让人期待会是怎样的生日惊喜呢。秦海璐通过晒出的另一张照片给出了答案，照片中秦海璐打开了巨大的箱子，满屋子则是飘荡起了个色气球，宛若童话般世界一般超浪漫，其中还有包含粉色玩具的别致造型，细节之处也是能看出来送这份礼物的心意。而秦海璐则是站在其中，一脸灿烂的笑容宛若秦四岁的既视感，也尽显当时的喜悦之情。秦海璐表白粉丝秦海璐晒照的同时还写道，谢谢你们为我准备的大惊喜，感恩有你们相伴，爱你们。看他的字里行间的言语，也是能猜测这些很大可能应该是粉丝们送的礼物，虽然很简单的布置，但是其中饱含着大家对秦海璐的喜爱之情，绝对是无价的。而这样一份无价的情谊还体现在秦海璐与刘涛十多年的姐妹情谊上。秦海璐生日与刘涛亲密互动，8月11日凌晨连续多年准点为秦海璐送上祝福的刘涛又如约而至，当天他再次掐点为秦海璐送上了生日祝福，一句最爱的你，生日快乐，幸福永远，实现所有的梦想。秦海璐的回应有你真好，我们都会永远幸福，简短的对话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亲如家人一般友谊，身处娱乐圈中这样一份历久弥新的感情也是让人很是艳羡呢。CNN 的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